12月20日，张靓颖晒出在台北偶遇林俊杰的视频，并配文称：请问你认识林俊杰吗？视频中，张靓颖把林俊杰叫住，问对方认不认识林俊杰，林俊杰也非常配合地表示不认识，两人非常的逗趣，完全是戏精上线。稍后林俊杰转发张靓颖微博，并对张靓颖到台北表示欢迎，称欢迎来台北玩得开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